跟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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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站起来，将军，靖瑶有没有动静？将军放心，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要是丞相信得过我洪大权，就让我这200多弟兄守龙辽岭足够了，我保证连一只鸟都飞不过去。好，龙辽岭就交给你了，我带大队去掩护家眷。将军请放心，弟兄们，大家休息。秀清的父母都在人群里。吴将军，我看你是无法指认了，这些人呐和那些长毛一样的顽固不化。对这样的人除了杀光还会有什么办法？开门。